日的头一日立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突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害怕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这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下面把时间交给敬拜。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平安，好吧，我们一同起立来跟我们左旁边左右的朋友说，耶稣复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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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高举耶稣基督复活的名，神他所走过的这段十字架的道路。请坐，
漫长的三天的噩梦。没有他这经历的这三天，没有今天的我们。和我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古旧诗。让我们一起来，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歌颂神复活的神。
活着是我们能够有明天的盼望。赐给我们，在我们做你仇敌的时候，就有我们生命。我要救赎我们本来不配的罪人。你的爱和公义借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了。圣洁的天父啊，
你在林肯教会的众儿女，恳求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感恩的心，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同死，又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一同复活，让我们彼此相爱，顺服圣灵，谦卑在你面前成为合用的器皿。求圣灵掌管今日的聚会，请圣灵告摩今天的讲道人陈芬弟兄的口，用你的话语和智慧造就这帮林肯教会属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先把时间交给今天讲道人陈福林传道，大家请坐。那就今天应该我们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高兴是吧？今天高兴是会庆祝我们的主复活，所以今天呢就我们主复活了，所以就我想分享这个话题就是主复活的见证。这个见证呢就说是我们一方面从圣经上面开始怎么来告诉我们的，另一方面呢就是主复活以后他的生命呢在他的儿女当中怎么来为他来做见证，想从这么两个方面来分享。我们那个先来看看今天的这些经文。不好过来是吧？没法过来就没收到。什么 哪一章就是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几章？二十八。我要是有圣经那是最好了。多少节？二十八章，我看那个，我们从第一节，到老花眼了，就是现在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可能是。行，我们那个，我把这个经文稍微读一读，我们那个看一看，说安息日加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拱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寻找耶稣，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阿法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马太福音关于主复活的记载。我们可以再到约翰福音，可以再也读一点经文。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可读到那个从那个第十节开始读，第十节开始呢，我们读到，哎呀，这节真是老话的，大概是我读到哪就算哪吧，实在是看不清前面的标号，实在太小。说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起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见，哎呀，这是啥字了？以为是看远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比尼，拉比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骂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天去接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
升上去接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接我的神，也就是你们的神。我们在读那个，还是这个二十章，我们从第28节开始。说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徒关闭了，耶稣就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看到就说是，在这几卷福音书里面，关于我们主耶稣的复活的记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同时这几卷福音书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说是，人呐，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但是这个智慧的话呢，是属世的，属世的智慧呢，使人不能够认识真正的主。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说是，主耶稣在他复活就说是那个早晨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天使呢下来把那个石头拱开的时候，当时坟墓外面呢有一些兵丁，这些兵丁的话呢看见了天使的时候，就是吓得就够呛，浑身发抖，就快要死了，吓得就非常厉害。那这个看出来个什么事情呢？就说是，主耶稣呢，在他被放到坟墓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是要把主耶稣送到十字架的这些领袖们，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些文士啊，这些宗教领袖，这些人是，在世上看来他们是非常聪明有智慧的，做事情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他们想的是非常的周到，周到到什么地步呢？他说是这个人呢，在他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说是他上十字架，第三天要复活，所以我们呢配兵丁把这个坟墓洞口呢把守起来，免得有人呢把他的身体偷走，然后再散布谣言说他复活了。说那要是那样的话呢，幕后的疑就对人的那种迷惑比先前就更大了。我们看到就说是世上的领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是吧？他想到真是做事情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就安息日的头一日，就是预备日头一日，耶稣钉的十字架。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开始配兵丁来把守坟墓。其实当时就是堵坟墓口的那大块石头呢，我看过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说，大概有1吨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石头，所以这个妇人看样子还也不一定能推得开。那就在这个早晨，我们看见发生了一件事情，天使来推开了。天使来推开的时候，然后把这些兵丁呢，一个一个就吓得够呛。然后有些兵丁呢，就跑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公会的这些人。我们看到，就说是，其实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呢，就说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他们这些人，他们都知道。也感谢神嘛，把这个事情也让他们知道主复活了。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些宗教领袖不相信主复活的话呢，那是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说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复活的话呢，就像他们当时给那些兵丁一些钱，说你们告诉人，说是他门徒把他的身体偷走了。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吧？当时那些门徒的话都是小老百姓，也没啥胆量，是吧？你把他要是真是这么回事，把这些门徒抓来，一顿严刑拷打，再把十字架那往那儿一放，要真要偷了，乖乖就说出来了，是吧？所以面对这么大的酷刑和拷打的时候，他能不讲吗？我们看到，就说是主耶稣复活，首先是他的仇敌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当时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是他的仇敌，他清楚这个事情。其实他的仇敌的话呢，就说当时没那么办，已经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了，是吧？那当时的话就很简单嘛，把门徒抓过来，按照你说的不是门徒偷走了吗？一顿严刑拷打，现在的办法我们都知道，是吧？那就当然就讲出来了。所以做耶稣的复活这个事实，说他仇敌他是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来坟墓看主耶稣的，他所跟随他的几个妇人，这个妇人提到的两个玛利亚呢，那个玛利亚我想就应该指的就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那就说主耶稣肉身的母亲，我们知道他毕竟在这个肉身上这种关系，是他和对主耶稣的这种关爱，是比别人肯定是没有办法理解。毕竟在他看来还是一个母亲和儿子在肉体上是关系的存在。所以他一大早来了以后，我们看到当他看到天使看到的这幅那个天使抱着的欣喜的时候，
我想第一方面就惊呆了，他又惊呆了。虽然一生中从他怀主耶稣的时候，天使就开始告诉他说他就是那个基督，他就要把他的百姓呢从最终拯救出来，他要接续他的先祖大卫呢坐在那个王位上。可以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玛利亚大概糊涂了。我想这个时候玛利亚突然也明白这个事情了。我们看到主的复活呢，给他的亲人呢，就算是肉身的亲人玛利亚呀，跟随他的人，首先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然后我们看到就算是复活的见证呢，人都是很固执很麻烦的。比如说主的一个使徒啊，他叫多马，多马这个人呢，他这个心情就是比较麻烦的心情。比较麻烦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多马呢，他就很有世上人的这种固执也好，或者说是聪明也好，世上的聪明就说这个人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是吧？这样的人往往是最聪明的人，我谁都不信，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我自己看到，这种人往往是比较聪明的。那这么看来，主的门徒当中也有一个聪明人，这个人大概就是多马。多马当时主下他的门徒在就是复活的这一天的晚上写信的时候，多马不在，不在的时候，然后多马回来的时候，他的门徒告诉多马说主复活了，向我们写信了。多马说是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还有脚上的钉痕，然后我用我的指头呢探探他的肋旁，否则的话呢我总不能相信。我们看这个多马这个人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跟眼见为实嘛，耳听为虚，是吧？纵然是那么多年，说三年多的时间他们在一起跟随主，但他们的话我信不来，我非得看见不行。然后主的话呢再一次向他门徒显现，这次显现多马没给跑了，多马就在场。在场的时候主就说是你不是想看一看吗，你就过来拿手看一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复活的时候，对这么一个多马产生了巨大的一个震撼，巨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时候他跪下来开始讲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看到一个我们主复活的事实，就说在他的仇敌当中，在他的亲人当中，在他的门徒当中，其实都知道这个事情，都留下了我们主复活的一个见证。但是就说是讲到主复活的见证的话呢，其实摩根呢讲过一句话，讲得非常非常好。他说主复活的见证呢，其实你不用去考察那么多。说主复活的见证，最大的见证就是显现在教会里。这个是吧？我想我们在坐在教会里今天接受主的，应该都是主复活的见证。那主复活的见证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教会呢，其实它不是说这个建筑物。那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说是。蒙主耶稣救赎的这一些人，这个是教会。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是主耶稣将来呀，他要迎娶教会，是吧？迎娶教会，当然他不能娶一个迎娶这个说是这个建筑物了，当他不是迎娶这个，他是迎娶那些因他的救赎而成为神儿女的这些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教会。所以讲到教会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是从五旬节的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五十天，到了五旬节，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当时呢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楼里面的有120个人同时被圣灵施洗，然后呢这就第一个教会就产生了。第一个教会的话呢，就是在这120个人就产生了这个教会。那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复活的见证，如果我们从教会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就回到这120人当中，120人当中呢，我们再回到这12个使徒当中，这个12使徒呢，我再去挑几个，不能全拿这12使徒来看。那挑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主的使徒最有名的使徒，我们都知道是哪一个？彼得，看谁谁都知道是彼得。那我们先从彼得这个见证来看，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呢，就算是有点就算是。有点勇气，但又不认识自己。彼得的心情呢，我们细细的想一想，那我要再把它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彼得的心情跟我们的心情差不多，真的是差不多。比如说彼得这个人的话呢，当他这个就是他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呢，那个时候是经常在一块打鱼。我们相信这个彼得的这个人呢，他是比较大度一点，但是大度毕竟是有限，也许他这个兄弟呢经常会两个人心情不一样，经常可能会有一些摩擦。所以当主耶稣讲到饶恕的真理的时候，彼得就开始问主一个问题，说主哪，我的兄弟要得罪我，我饶恕他其实够不够，是吧？这是彼得问的吧。我们一看这个彼得这个人的话呢，当时就就是在主面前明显的讲，
我这个人可以了吧，我的兄弟大概是他要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那可能彼得教的这个兄弟大概是经常得罪他。我想想彼得那个时候还不能把其他的使徒当成他的兄弟，因为这个是后来，是我们看到的话呢，主当然回答他说不是其次，是七十个其次。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其实一个人当你向主问说是我饶恕他其次够不够的时候，其实人的那个生命里面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饶恕，是吧？就像你夫妻吵架了，你这个妻子觉得你有涵养，你这时我不理你，我忍你一次，我不跟你结果，第二次我再忍你一次，第三次我再忍你一次，到第四次忍不住了，一发抓的时候，一在一开始这个那个反击的时候，把前三次的东西加进来，是吧？一起就发出来。所以说我建议说，夫妻之间如果想吵，那就吵一吵，不要压着，是吧？如果生命不是饶恕，因为压的话呢，压一天，压两天，压三天，压四天，第五天出来的话呢，更可怕了，是吧？所以中国有个话叫做“砂锅开了”，是吧？这个杀人恼了，吓得牛也嚎啊！这里就是要长时间积压，因为不是那个饶恕的生命。其实彼得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饶恕，所以他问这个问题。另外，我们看到彼得的话呢，这个人的不太认识自己，觉得自己这个人的话呢勇敢。比如说，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当主宰讲说是，圣经上讲说是，就是说今天呢，你们都要因我跌倒，因为经上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经上的话是谁的话呀？是吧？神的话。可是彼得在神的话面前，觉得神讲的不对。他说：“主都不是这么回事，是吧？”说：“纵然众人都跌倒，我却不跌倒。我即使和你同死，我也不能否认你。”我们说这个人呐、啊，这一点我想这个弟兄啊，男的可能更理解，尤其这弟兄啊，尤其在最后的晚餐大概喝了一点葡萄酒，在人嘛，在这酒在一衬托是吧，这个英雄豪气就起来了，一起来这个大话就出来了，是吧？我认识这，然后就是纵然别人跌倒我不会，好，我跟你同时也不会。这弟兄大概你们的，我想你们的观点我的观点都该差不多，我们都会有这个。所以中国人说是酒话，你是酒话那个不能算数，是吗？我们看到彼得就说了一句酒话，实际的结果是说，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真实的光景是第一次不认识，第二次发誓不认识，第三次呢，圣经说是赌咒发誓不认识。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人的这种软弱的时候就暴露无遗。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主呢，他在被钉十字架以前，纵然他带领彼得他的使徒有三年多的时间，这三年多呢，他们看到主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使死人复活，是吧？瞎子看见，瘸人行走，是吧？聋子听见，大麻风的洁净，被鬼附的主就把那穷鬼都能赶出去，一穷鬼能使两千头猪都跳海，这鬼的能力也很大，是吧？一是两千头猪跳海，这个的话你需要多少人才能做到这个事情了、啊？但主就把他赶了出去。纵然是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的话呢，还是表现的是亚当里面的那个人心，全是那个旧的那个性情，旧的人心。我们看到这是主复活以后，复活以前的彼得。那么当主复活以后的彼得，我们再看的时候，那就完完全全是不一样了。不一样的，我们看到怎么个不一样呢？当彼得自己看到自己快要被罗马征服就是处决的时候，他写了两封书信，这两封信呢就是现在在圣经里面的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我们当我们读这两封信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不认识的一个彼得。以前就算是以为自己清高，以为自己的道德比他的弟弟强一点，以为自己能干，这个心情我们都知道，是吧？这个心情我想在我的里面也在你们的里面，是不是？我想这个心情我们都知道，但是复活以后这个彼得的心情那我们就不一定知道了。我想如果说是你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大概你我们会知道那么一点。如果今天还没有接受主，那对这个心情的话呢，我们感到有点不可理解了。首先他讲的话我们看到他说是因着我们神极大的怜悯，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重生了我们。他讲到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着天上的为我们存留的那个不能朽坏不能沾污在天上的基业，是吧？这是彼得前书讲的。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一句话里面，他突然讲了一句话，叫说是因着神的怜悯，借着我们主从死里复活，我们得到了一个重生。
我们看到彼得突然谈到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谈到一个重生，他不是在看他旧生命了，看他的旧生命的时候，主啊，我和你同时也不能否认你。现在我们看到彼得开始否认了自己了，是吧？他讲到说，由于重生，我们呢，在主里面呢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这是你看彼得的话是不变了，我们知道，哎呀，什么是重生呢？但是彼得他知道了什么是重生，重生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到了我们里面了，我们得到一个属天的生命。没有重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们都彼此人说人与人心也相对，我的心情你的心情我们心里面的东西都差不太多，讲明白了。这个时候彼得心里面的东西变了，他讲到了重生又贴上来的这个生命了，这是主复活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所以他的话的讲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在讲的时候说是讲到说是神的神能啊，已将生命和精切的道呢已经启示给我们。他怎么个启示啊？他说使我们既然脱离了从肉体来的那个情欲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他看到了一件事情，原来呀，我们这个肉体的情欲那个是败坏的，这是神的话呢，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以后，我们才能与神的性情有分。他又看到了这么一个问题，看到原来神的生命那个生命才是一个好的生命，因着主的复活，我们的凡是信我们主的名，我们也得到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就彰显的是神的性情。我们看到这是彼得讲出来的话。那今天我们来讲，我们要没有信主，那么神的性情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又不知道了，对吧？所以彼得在讲到神这个性情，他有句非常有名的话，所以他给写给教会的，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他讲到这个生命啊，原来是这么一个爱的生命。他说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我们看到彼得这句话里面，其实在这句话里面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自己原来是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罪，看到了主的爱把他这个罪人遮盖了。这是彼得看到的。一个人如果说你里面没有这样的看到，你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他有了这样的看到，我们看到他就能够把我们的主人这种美好的生命和行的心情呢，他能够讲出来见证出来。所以彼得的话呢，我们说是主杀十字架杀死不认主，当他为主做见证，最后被人家那个罗马要处决他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彼得的话呢，不但不再逃避了，他说是我不配和我的主一样的钉法来钉十字架。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彼得他觉得他都不配和主来一样的方法来钉，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传下来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个人的话呢，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就是我们主的荣耀。他知道了什么呢？他知道了他自己里面得着了一个不能死亡不能衰残不能朽坏的一个生命，这是知道。所以基督徒你要这两件事情，我相信在你的身上你要知道，一个就说是我们要越来越看到我们主的荣耀，另一件你最主要还要知道这个荣耀的生命不能死亡不能衰残就说是不能朽坏的生命，它在你的里面，这是你要知道的。我相信神也会让我们知道，这是彼得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回过头再看其他的使徒，其他的使徒主还有一个使徒呢，大家被称为是爱的使徒，这个使徒是谁？感谢神，是吧？看来弟兄姐妹的圣经真实度都挺好。这个使徒就是约翰。约翰这个人的主耶说曾经给他起名叫巴雷兹，巴雷兹啥意思？说约翰这个人的他的脾气呢是非常暴烈的，算个爆炸就爆炸了，这个叫巴雷兹，说明这个人的脾气坏。那圣经里边的话呢，也讲到约翰的脾气的话呢，也真是坏。他和主耶稣路过撒玛利亚，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听，不听的时候约翰就火了。一火的话呢，他就还好，那个时候神不给他权柄，他就还和主开始要了，说主呐，你要不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这个心情我们熟悉是吧？这个心情也就是我们的心情嘛。今天你要是公司的老板，如果没有主耶稣在你的里面，可以想象，你告诉下属干这个事情，他说你这个不对，不听你的，说你讲的什么，马上火往上一窜，你给我滚，是吧？立马就把他开掉了。这个心情我们明白，这是约翰的心情，也就是差不多我们的心情。我们看到说是，当约翰还有一个心情的时候，当主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将耶路撒冷的时候，这大概是主耶稣大概是2周前的事情，正在路上的时候。
约翰就急了，和他的兄弟啊，这个雅各的急了，但是可能主要是约翰急了，还是让他的母亲和主耶稣讲，讲什么大家都还记得是吧？说耶稣呢，你要得国的时候，让着我两个儿子呢，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当时其他的门徒都很生气，你们都坐左右边，那我们干什么是吧？大概彼得更为生气。我们看到，在约翰和雅各的时候，他同样在贪婪一种权力和权柄，这也是我们的光景是吧？我们进公司里面，一开始我们老老实实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盼望有个机会提升个 team leader 是吧？再盼望提升个 manager， 啊，再提升一个部门的头，最后我们当然公司里面最好找的大一点，公司里面我们做个头。再就算是在政治上也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在那个老老实实的是吧，在这个领导面前去巴结领导，一步一步往上走。我们看到这是人的权力欲，这个权力欲和人的不能被侵犯的这种恼怒，在约翰的身上呢都有。那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是吧？那我们的心情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主在钉十字架以前的约翰，这个约翰是我们认识的，是吧？因为他的心情就是我们的心情。别看是他是2000年前的人，我们是现在的人，可是人的心情都差不多，都有老亚当的心情，这个是没个跑的。但是主复活以后，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我们看到这个心情就不太完完全全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哎呦，约翰又看见大的了，他看见一个生命，看见一个光，是吧？所以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是生命的光的这方面讲得非常的多，讲到主大爱的时候是讲得非常的深。为什么呢？说生命他看见这种属天的美丽了，看到主耶稣生命的这种美丽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写出来说是主给我们的那一条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这个时候的约翰，我们看到他不再说是动不动就算是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再不是这个约翰了是吧？这个约翰被罗马的说流放在孤岛，那么去流放，不再有怨言，不再有恨意，不再说主啊你降一把火降在罗马城里面，把那个该杀烧灭他，他不再这样讲是吧？他开始讲我们主的生命的爱，讲到爱的时候，满了爱的时候，你还能让火随便烧人吗？我们看到这样的心情的话呢，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把天上的这种心情、爱和光明，这种圣洁的生命的心情，带到了他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使他的儿女的心被打开，能够与这个生命有份，看到了这个生命的荣美。这是约翰的见证，是吧？我们再看的话，主的其他的使徒，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还有一个练飞刀的，就是风雷党的西蒙。那风雷党是干什么的？风雷党的话呢，我们国家曾经是和日本人打过仗，是吧？那个时候八路军有一个武工队，那个时候又给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锄奸队，是吧？锄奸队那个时候就是锄那个汉奸，汉奸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这些人，对吧？那风雷党的西蒙他也是锄奸队，他是锄去犹太人这些犹奸，是吧？这些人是给罗马人办事的，练飞刀就是暗杀这些人，这是风雷党的西蒙他们做的事情。那这么看来，这个人是民族情节是非常重，可以说是民族英雄。现在的抗日分子说仇杀汉奸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把他叫做我们中国人的英雄啊？所以这个风雷党的西蒙呢，他应该是犹太人当中的英雄。这种英雄的话呢，也是我们世人所仰慕的，也是我们世人所我们的心情所能认识的。这是风雷党的西蒙。主还有一个使徒，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是吧？这个马太是干什么的？他是替犹太人收税的，就像中国人那时候替日本人收税的。那他是个什么人啊？那定义的话，他就是那个犹太，是吧？那风雷党的西蒙的话，要杀的话呢，那马太的话就是被暗杀的对象。那这样的话，我们看见就一个事情发生了，一个是为了自己的钱财，我当一把犹太就当一把犹太，没关系，只要我赚点钱财养家糊口过好日子就行。另一个我们看到，我们要就是民族英雄啊，民族气节非常重，就是这么两个人，被主待了3年的时候，当主复活以后，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话呢，都为咱见证主的道而去把生命的献上。我们看到变了，这个心情变了，要为民族出气的
西蒙呢不再为民族出气了。我们相信西蒙呢，在他传扬主的救恩、传扬主的福音的时候，在他的心里边呢，他不再有愤怒，不再有仇恨，这些都不再有了。而且有的就是主的爱，他要把这个真正人的罪的可怕、对人的恐慌，他要向人讲明，要把主的救恩、把我们主的荣耀呢，他要去告诉人。这是西蒙做的事情。那么这个马太呢，也不用去税关上去赚钱去了。而且我们知道，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大家对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都比较熟悉吧，那个就是有名的圣经里面有名的登山宝训。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以前是税关上为犹太人办事，主要是自己办事收点钱的人，这个马太这个时候把属天生命的主耶稣那个属天生命的美丽、那个荣光、那个真实，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就写出来了。我们看到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天。如果没有主耶稣复活以后把他这个生命赐到马太的生命当中，马太不可能写出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来，因为那是那个被公认的是叫属天子民的生活的律，是吧？即使属天的东西，如果你的生命不被开启，你就不能明白，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看到这个税吏马太人明白了。我们再看那个多马，是吧？这个多马的话，多疑的心情，自己这个就是相信自己判断的这样的心情，大概在我们当中的话呢都差不多，是吧？我们的心情的话呢，我想一个人呐，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越去摸爬滚打的时候，你对别人越来越不会相信。要刚出道的时候，是吧？刚出道就刚刚的，就比如说从学校出来走向社会的时候，你对领导呢讲一句话，你觉得那是真的，是吧？同事给你讲一句话，你觉得啊也有可能。可是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走的时间长的时候，你不能相信你的同事了，你也不能相信你的领导了。要再过多几年以后，你知道你就把你领导那套谎言的自己也就学会了，那么学得差不多的时候，你也就能当领导了，是吧？这个东西的话，叫人越来越相信自己，这是世上的智慧，它就是这么个走法，它没个变，这个律它就是这么一个律，这叫死亡的律。圣经上叫说死亡的律就是这个律。那生命圣灵的律它不是这个律。我们看到这个多马就复活了，和他在三年一同跟随主的这些门徒，这么多人告诉他就复活了，他说我不信，我就看见他。当他看见的时候，这一看见的时候，我们知道多马整个变了，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不再怀疑了。当他这一认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多马在后来同样用他的生命为这个道做出了见证。这个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主复活呢，这样的事情，我们稍微看人的变化，看人的生命得到主天生命的荣美的时候，我们稍微去思想一下，就能看到主的复活的这种荣耀也写在神的儿女的当中。其实我们相信主复活的生命呢，今天也在我们在座的神的儿女的当中。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神的儿女呢勇敢的起来为主这样的一个复活在你生命当中的这种新生命所带来的祝福来做一个见证呢。结婚想做一个是不是？你想做好，那你就那我们就把那个话筒吧，给结婚姐妹来做一个。还有谁想做准备啊？一会儿那个等结婚姐妹做完之后，我们可以讲，因为今天是复活节，见证我们主的复活嘛。感谢主，他的复活，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与他这个在天的这个宝贵圣洁的生命有份。我呢就想分享一下我自己这个重生的一个体会。那么我是98年受洗，但是呢我知道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真正的就是归于主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也不知道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是行出来是生命的见证。那么我03年我知道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体验，就是我03年
重生。那么重生以后，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有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那么我以前呢，我跟我父母现在过来探亲，我跟他们分享了很多这方面，就是我以前呢，由于家庭有一些这个之间的问题，所以呢，我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对人的这个恨，因为释放不出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能饶恕别人、心胸很宽阔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饶恕的人，那是一定不能被饶恕的，所以我真是对这样的一个人呢，我就充满了仇恨。当我想起他的时候，我都是觉得他是那样的可恶的一个人，是真是不止，就是我一想起来，我都是咬牙切齿。所以呢，我这种恨，也导致我呢，说在离开中国十年，我不能回去，就是我不能面对家里面有这样的人存在。因为我看到他，我就会觉得我无话可谈，因为在这家里面，我也是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待的价值。所以呢，我是出国十年之后，是我自己知道，我是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确实没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这个回去以后，我才感受到。因为现在呢，我就知道我这个，当我再想起他的时候，我心里是充满着无限的怜悯。每次我都跟我父母谈起来，就说起来，我说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因为我觉得是，他是真是需要被神拯救，因为他心里面充满着是那样的一个就是那么一个矛盾的一个心情，而且他行事做人是一辈子是那么的劳苦，因为他心里面永远都是谄媚，为了别人，为了自己得到利益，想绞尽一切脑汁在行事为人。所以这样的人，因为我有神给我的这个饶恕以怜悯，所以我知道我这个生命在我这个心里复活了，这个神复我主的生命给了我对他的饶恕，也给了我对他无限的怜悯，这是我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体会。那么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说有多少爱，我不能说我自己还有多少爱，但是我知道我能出来的一点点的爱，那是来自耶稣基督，感谢神。还有吗？都没有要，现在有感觉到这一点的吗？复活节吧，复活节有，如果想做就做一个见证。呀，好，先掐住一下，再看。我讲的不是我自己的，我说大家知道那个黄卫国和那个季永梅，我们大部分都认识他们，他们已经回去了，2月29号回北京了。然后呢，给我们打电话发 email， 感谢所有这个教会的兄弟姐妹。我怕忘掉，把名字全写下来。这个米霞张老师对他们特别关怀，关怀内容就不说了，太多了哈。那个受洗的时候，亮亮弟兄接送他们，很感动。那刘国强夫妇他们现在在中国啊，马上就回来了。然后那个带他去玩，去湖边玩钓鱼啊什么，他们没信主的钱就带他们去玩。安娜还有这个朱红发这个夫妇吃饭。欢送他们，然后这个小燕、德宏，走的时候，我张云成弟兄还请他去那个他们的餐馆再吃顿饭，两个人非常高兴，说我们怎么了？这么多人这么爱我们，
他们回去后呢，走之前他们说呀，我们回去后怎么给别人传福音呢？那很难啊，在中国这个环境怎么给中国人传福音？大概是一个星期前打电话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个告诉你一件事情太有意思。什么事情？说这个，我们回去想说怎么给周围的朋友传福音，家里人还比较容易一点，外人不好开口，怎么给家人传福音？没等我们传呢，别人找我们来问呢。那怎么问呢？再说他们俩以前是老吵架啊，这个我是有发言权，因为他们俩在我们家住了几个月，是吧？就是经常一吵，这个就反正是就有没脾气也不太好。然后呢，但是他们在这信主受洗以后，生命好像看上去成长得很慢哈。我们看着好像是刚刚受洗的兄弟姐妹，虽然是有变化，没有说变化那么大。他们回去以后呢，他们住在他的中石化的，他们那个大部分是他们同事，楼上楼下的邻居朋友很多都认识，所以看他们两个都不认识他们。说那个有个人就楼下一个人问他们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从加拿大回来以后怎么变得像在谈恋爱一样？”哇，他们俩说：“我们就这个样子。”然后他们一个朋友是云南的，家里也比较有钱，这个也比较富有，为了孩子上学呢，专门从云南搬到北京去，就为了孩子上学。然后呢，这个夫妻是他们俩关系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然后这个就跟他说，我觉得你们俩有变化，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他们俩在讲说，是因为我们在加拿大接受了这个福音啊，信耶稣了。哦，他这样啊，太好了，说我们也要这个去学习一下。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这个我觉得就是，本来一个两个人的话，如果他们两个不出来信主的话，就是说离婚的可能性应该说是有的，对吧？因为他们周围的朋友都有，就不仅这个婚姻没有离，而且变成了一个别人看像谈恋爱一样。你结婚多少年了？孩子已经快十岁了，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讲的不是我的见证，是他们两个见证。也谢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他们向你问好，谢谢。老清楚了啊，一般都是高清楚的人喜欢做见证，老清楚就不愿意做见证了。太阳我们就是说是老清楚了。这也是林敬平讲的，年龄大了有两个标记，一个标记就是旧事忘不了，新事记不住，老话事情看这个也老话都不行。没有，就是我们都是看来都是我们都是老信徒了。老信徒的话呢，那我就再稍微加一点，就说其实我们主复活的时候，这是一个生命的道，他给我们写来带来的什么？带来就是一种属天的生命，这是我们信徒所蒙受到的最大的祝福。当然神的话呢，我们知道要说我们的神配的荣耀和赞美的话呢，其实从他的差道里面呢，我们也就能看到了，是吧？所以差道里面教导我们神的伟大的时候，比如说是我看看能不能找到点经文，如果找到我就多两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神是不是非常伟大。如果有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哈，四十章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时候，讲到我们神的这种荣耀和伟大的时候，这里边它有一些写，就是十二节，大概是我这模模糊糊看了十二节，我念的时候你们看看是不是十二节啊？但是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朝天，用升斗升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铁拼拼岗铃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刑，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将公平的道指教他呢？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教导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那个啥字了，水桶的一叠，又算如铁拼上的尘土。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激情之物。雷巴人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当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
就算是他的这种大能，你看宇宙思想宇宙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真的算不了什么，就是人要敬拜他。但是人的神的这种大能的让人的赞美，应该说对我们这个神的赞美，你还欠缺了很多。欠缺了什么？欠缺是就是对他真正那个生命的荣美的认识。所以我们的神，他要亲自成为人来救赎我们，在十字架救赎我们，然后他复活以后，他要把他那个荣美的生命要赐到我们生命当中来，让我们的生命呢来去和他这个生命去联合，去认识他这个生命的荣美，这个才是我们人的心灵能真正的来赞美我们这个主，就是说他的性情，他的生命才是我们真正要赞美的。所以那个今天那个我想分享就到这，下面我们来一起做些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你在天上父啊，众天使天君父啊都在敬拜你父啊，看到你荣耀的宝座，他们都说圣哉圣哉父啊，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感谢你让你独生子，本来他在天上和你同享荣耀，却愿意来到这个世上来救赎我们，也感谢你因着我们恩主的复活，你将这属天的一切的丰盛又赐了下来，凡愿意接待我们主耶稣基督名的人就能得到这种属天的丰富。父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愿意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更愿意把我们从死亡中带上这生命，把我们父啊从黑暗中带向你天上的光明。父啊，谢谢你这样的祝福我们。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有没有信主的今天愿意来信我们主耶稣的，如果有的话把你的手举一举，举一举的话呢，我们这个主的话呢是我们荣耀的主。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愿意相信我们主的？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你还没有信主的愿意接受我们主耶稣的？没有，好，没有的话我们感谢说完，感谢你，你吃下你的救主就是要召回你的儿女，也感谢主父啊，今天你召回了你的一个儿女，父啊谢谢你，你说有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的欢喜是大的，天上的使者都要为他开庆功宴，因为今天父啊把这种欢庆，把这种喜乐也赐在这个教会的众儿女的心中，在我们一起分享午餐的时候，父啊我们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也是算是为回归你儿女的这种一个庆典，因为我们让我们与天上来一同欢喜，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我们在天的父，阿门。请我们一同起立。